来勤奋活力虏获大跳歌迷的心，但他们的唱功最近引发网友讨论。台节目只搭配钢琴伴奏，把舞曲改成抒情版。原本想凸显唱功，但高音明显不稳。被网友狠批像幼稚园学生大合唱，但也有歌迷认为歌声很纯净，毁誉参半。但 TWICE 不仅在韩人气旺，也成功打进日本歌坛。出道发表会不仅吸引 1.5 万人捧场，还和东京铁塔合作点亮TT灯光，人气成员周子瑜更深受桃太郎喜爱，让这张周子瑜的签名照在日本拍卖网被竞标到 10.1 万日元，以27,000元台币高价售出，在日韩都很吃得开。记者综合报道。